baby bus. Hi. 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的。宝宝，等一等，妈妈马上来哦。妈妈，让我来照顾小宝宝吧。我们一起玩皮球吧。你看。咕咕咕咕。妙妙，宝宝可能是肚子饿了。哦，我有办法了。小宝宝吃饭喽。啊，真棒。再吃一口吧。啊，哇，哎呀，你真调皮。你是想要自己吃吗？好吧，你试试看。太棒了，你会自己吃饭喽。哦，你想分我吃吗？要去幼儿园咯。哦，咪咪去哪儿了？咪咪，你在哪里？妈妈，我在这里。原来你早就起床了。今天是上幼儿园的第一天，我等不及要去认识新朋友了。
Hello, hello， 看见朋友开心地说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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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咪咪，妈妈，我们回家吧。分开时要和朋友说什么呢？ Goodby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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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bye。 分别的时候礼貌地说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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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 Goodby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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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bye。 分别的时候大声地说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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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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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妈妈，明天我还要上幼儿园。嗯。过来上
生气地说，乖乖站好，谁也不准跳。三个汉堡在盘子里跳，一个汉堡摔倒了。厨师过来生气地说，乖乖站好，谁也不准跳，乖乖站好，不准跳。小朋友，你们喜欢吃糖果吗？今天我邀请了奇奇妙妙来家里玩。你们看，我准备了好多不同口味的糖果。哦，他们来了。阿姨好。你们好，请进。如果糖果很甜，你就哈哈笑。哈哈。如果糖果很甜，你就哈哈笑。哈哈。如果糖果很甜，你就开心哈哈笑。如果糖果很甜，你就哈哈笑。哈哈。如果糖果很酸，你就眨眨眼。眨眨。如果糖果很酸，你就眨眨眼。眨眨。如果糖果很酸，你就用力眨眨眼。如果糖果很酸，你就眨眨眼。如果糖果很辣，你就吐吐舌。如果糖果很辣，你就吐吐舌。如果糖果很辣，你就大胆吐吐舌。如果糖果很辣，你就吐吐舌。如果糖果很甜，你就哈哈笑。哈哈。如果糖果很甜，你就哈哈笑。哈哈。如果糖果很甜，你就开心哈哈笑。如果糖果很甜，你就哈哈笑。哈哈。如果糖果很酸，你就眨眨眼。眨眨。如果糖果很酸，你就眨眨眼。眨眨。如果糖果很酸，你就用力眨眨眼。如果糖果很酸，你就眨眨眼。眨眨。如果糖果很辣，你就吐吐舌。如果糖果很辣，你就吐吐舌。如果糖果很辣，你就大胆吐吐舌。如果糖果很辣，你就吐吐舌。出发！小方舟有个新任务，咿呀咿呀哟，它启动警报大声叫，咿呀咿呀哟，左边让一让，右边让一让，让一让向前跑，快快向前跑呀！小方舟有个新任务，咿呀咿呀哟，小方舟有根喷水管，咿呀咿呀哟，它要出动去灭火。上面喷一喷，下面喷一喷，上面喷，下面喷，到处都要喷喷。消防车有根喷水管，咿呀咿呀哟。森林失火了，树上有很多蛋宝宝，快来救他们吧！好的，立刻出发。消防车有个新任务，咿呀咿呀哟，它启动警报大声叫。向前跑，乖乖向前跑呀！消防车有个新任务，咿呀咿呀哟。
去救援，咿呀咿呀哟。上面找一找，下面找一找，上面找下面找，到处都要找找。消防车有个大引体，咿呀咿呀哟。宝宝运动会，游泳。小朋友们，游泳比赛就要开始了。耶！耶！这次我还要拿第一。琪琪，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拿第二名。那谁是第一名呢？嘿，哈哈哈，当然是我喽。你们看，这是比赛结束后的奖励哦，不过比完赛才可以吃。好了，你们抓紧热身吧。爸爸，我有点紧张。儿子，不要担心，只要相信你自己，勇敢地去尝试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。各就各位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预备！这个速度肯定是追不上我的。现在是壮壮领先，不过小福好像要追上了。小福！小福超过壮壮了，小福加速冲刺了。小福加油！小福加油！我就知道，我儿子会让你们刮目相看的。终于赢完了！我想静静，我居然又输给了小福。小福真棒，快上来吧。皮皮，你们居然都不留血！小朋友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，要勇于去尝试，才能发现自己的天赋哦。上喷的。哦，没关系。爸爸，我们是在玩水枪大战。这么热的天气，你们帮我洒点水，还真凉快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玩水，那我就带你们去游泳池玩水，怎么样？好威！
上了泳镜，拿着游泳圈来到游泳池，一起来游泳吧，伸一伸双手，压一压双腿，跟我一起做热身操，动一动身体，抓紧了扶手，双脚要站稳，一步一步慢慢的走，不要太着急，双手划一划，双脚踢一踢，大大游泳池，游泳真快乐呀。深水区太危险，不能去，小朋友只能在儿童区玩哦。我们来了，戴上了泳镜，拿着游泳圈，来到游泳池，一起来游泳吧，伸一伸双手，压一压双腿，跟我一起做热身操，动一动身体，抓紧了扶手，双脚要站稳，双手划一划，双脚踢一踢，大大游泳池，游泳真快乐呀，游泳真快乐呀。孩子们，我们来玩水枪大战吧。怎么办？小朋友们，明天的野餐，你们想吃些什么呢？草莓、香蕉、大包子、巧克力。我要吃鱼，这些我全都爱吃，我全都要。好，我们的购物列车就要出发了。买什么味的好啊？啊！爸爸、奇奇、妙妙，你们去哪儿了？让叔叔看看，你们都买了些什么？小福，你拿了你最爱的鱼罐头了吗？啊？小福。小福，你在哪儿？小福不见了！小福不见了！你们跟紧我，不要乱跑，不然连你们也走散了。怎么办？小福不见了，他找不到我们，一定很慌张。是爸爸，爸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朋友，你找谁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在哪儿呢？平时要记住爸爸妈妈的手机号哦。万一在商场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不要慌张，记得找保安叔叔帮忙哦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是不是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？保安叔叔，我找不到爸爸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福。小福，你记得爸爸的手机号码吗？记得，是18120821858。妙妙，我们让多多来帮我们一起找小福吧。好主意。
喂，爸爸，我是小福。啊、小福是小福、啊。小福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一张桌子旁边。桌子？除了桌子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保安叔叔。小福，你把电话给保安叔叔，让叔叔和爸爸说。好。喂，您好，我和您的孩子在超市入口的服务台呢。啊，小福在那里。啊、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小福，是不是吓坏了？以后可要跟紧爸爸，别再走丢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小福，快谢谢保安叔叔。谢谢保安叔叔。不用谢，小福，你表现得很棒哦，因为你没有慌张，懂得来找保安叔叔，还能记得爸爸的电话号码呢。小福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好担心你啊！小朋友们，如果不小心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记得找保安叔叔帮忙哦。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哦。再见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啊，这么多大脚印，不会是大怪物吧？啊！小福，琪琪，水里有大水怪，太可怕了。别怕，这里也有，快藏起来！哎呀！哦，道哥，有危险，快过来！哦，没空跟你们玩，我在找主人呢。哥，有水怪！真的有大水怪，肚子圆圆的，有这么大，眼睛还会发光，爪子有这么大，肚子里还吃了一个人，吃了个人，人，该不会是道哥呢？主人，快去看看！主人，我来救你了！啊！带上它就可以潜水了。是大水怪，快躲起来！抓住了！怎么回事？再启动一次。看你往哪儿跑！快把主人还给我！小心！
方向盘，果然是主人。刀哥，大哥，刀哥，你没事吧？什么大水罐啊？这是主人发明的水下机器。哦，都怪你们，这下完了。机器在进水，快想办法救主人。没力气了。对了。怎么到岸上了？头好痛啊！玻璃都裂了，好危险呐！原来是道哥救了我。道哥，道哥，汪汪汪！道哥，在水下是你救了我吧？啊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是你。